大冷天热乎吃条鱼比啥都强。几天不吃鱼就馋呐。炖太小
费一会儿。吃个脱骨肘子，哎呀，刚出锅，吃皮。老公，吃肉怎么不喝点啊？我正想喝点呢，这一直舍不得拿出来喝的酒。哟，这酒不错呀，很贵吧？不贵，拼多多酒水专场抢的。这是八大名酒之一的汾酒，杏花春精品中的精品，入口绵，落口甜，回味如穷。我也尝尝，香不辣，好酒。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这不手里有点钱了吗？年底了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，准备了点小心意，问官方磨了好久，争取到1000箱杏花春汾酒作为惊喜。不用转发分享，这些杏花春汾酒我都打包放在评论区置顶链接了，想要的赶紧点击链接抢，链接在就还有库存，看到链接就抓紧点点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，大家快去抢吧。评论区，那我赶紧的给咱爸也抢2瓶，现在就去抢。